歪。感谢 Melody CK 送的广告，谢谢切尔西 Nexus 大老板送的广告，感谢 Yankee 送的广告，谢谢亨子小鱼两厘米送广告。不好意思啊，今天来晚了，今天去拍那个登记照，拍那个登记照片去了，来晚了，来晚了。登记照早上挺早去的，但是好像周六人特别多，很多人拍证件照，等了很久，要换换衣服什么的，回来晚了，确实回来晚了，不好意思啊，晚了半个小时，提前在这个群里面跟大家通知了，但是还是跟观众朋友们说一声，抱歉，抱歉，抱歉，晚来了半个小时。感谢云游 K 大老板送的广告，感谢风行云送的广告，感谢阳光下的星星，谢谢六八夫妻双生姐妹送的广告，谢谢大老板。证还没领呢，先拍个照，马上领了。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下周二啊，下周二就要休息。谢谢小美女丽送的狂卡，谢谢跳跳大鸡腿送的狂卡，谢谢阿土送的狂卡，谢谢记住微笑送的一个泡泡糖，谢谢老板，老板大吉，老板善气，老板爱你哦，老板么么哒。什么叫做没有意外啊？都预约好了，就是下周二领。对啊，万一有意外呢？万一呢？这个什么？你个人跑了？这个不好说的呀。谢谢万一兵器少于于谦送的一本魔法书，谢老板，老板大乔的帅气，老板安宁，老板么哒。谢谢黑心菜送的一本魔法书，谢老板，谢谢黑心菜大老板，老板大乔的帅气，老板安宁，老板么哒。对啊，我说的万一是万一小区封了呢？谢谢哎，这兄弟说的对啊。空卡小林说的对。谢谢缺月半空送的空卡。万一小区封呢？现在上海的疫情很严重啊，这两天，这个说不定的。万一小区封掉怎么办？全民核酸，你也没办法，你也得响应这个，那也只能不去了，对吧？或者万一有哪个，对吧？这个什么？这不好说的呀，这。什么？我在车墩，我又不在酒店，我又不在车墩了。我这里离九亭特别近，我操！我这里离九亭过去就大概就20分钟、15分钟啊，8公里啊，哎，很近的呀，10公里。然后我们今天拍照还去了九亭那个旁边，七宝去了七宝那儿，七宝离九亭也很近的。谢谢茅山凤凰续费的6个月节制，谢谢记得我叫云间送的53个鱼竿。今天开车啊，开我车，今天把车开起来，好吧？车是这样的，我昨天，因为这个你们知道，我之前玩 GT 的时候 ，GTS 的时候，就那个 GT Sport， 对，就那个 GT Sport， 玩 GT Sport 的时候，那个就有个 G29， 后来那个 G29， 后来也吃灰吃了蛮久的，昨天我就拿出来了，又弄了弄，感觉这 G29 的手感太差了啊，真的太差了，齿轮感太严重，然后我就，因为我平时其实也不太弄这个。感觉弄了也没什么意思，放个机架放在家里感觉又特别吃灰，我又搞了个 T300， 我又弄了个图马斯特，昨天我没忍住，我昨天晚上弄了弄感觉好像确实没忍住。谢谢。然后我又弄了个 T300 呀、也买了个低端的入门级。但那个好像是皮带传动啊，双皮带传动，比齿轮要好多。谢谢 Niki 续费的24。弄了一个也是弄了一个比较低端的，到时候弄弄看吧。谢谢小猴子爱吃大果粒送的。下午就能到了，待会儿下午就能到了。谢谢一只菜鸟渣渣大美女送的超跳枪，谢渣渣大美女。老板大气，老板美丽，老板漂亮，老板爱你哦。谢谢渣渣大美女送上一个超级无敌大的羊嘴大波波。感谢各位大老板 ，Niki 送的两本魔法书，谢谢老板，老板大气，老板帅气，老板爱你哦，老板么么哒。谢谢云哥互助投送的狂卡，谢谢 Niki 大老板送的10张狂卡，谢谢老板，再次感谢 Niki 大老板，谢谢陈续费的1个月健身，谢谢资深鱼人加668送的一本魔法书，谢谢老板，老板大气，老板帅气，老板爱你哦，老板么么哒。把线插一下。哎，我跟你们说，鸭哥今天化了点妆，巨帅哦，真的巨帅。又开始了。这不是今天那个头发弄的我都不认识我自己了，我从来没有弄过那么精致的头发，这不是问题啊，太精致了，真的巨帅，摄像头没了坏了，摄像头坏掉了，我摄像头夹在屏幕上，谢谢那屏幕现在离我很近，三级、看不了，谢谢毛山三级三弟小米续费的24个月，没有，谢谢杨乐小星子续费的1个月领土，
洗不开，坏掉了、啊。不是我怎么这个 PS5 卡住了？没这么一说，我卡住了，找我了 PS5 卡住了。谢谢蛋疼续费的23个月赞助、哦，谢谢哑巴大巴弟送出的黄卡，谢谢莫忧送的黄卡。哎，明天看，明天看呀，没什么花头的呀，真的没什么花头，杨妹好看呀，没什么花头的呀，真没什么花头的。谢谢小弟小米送出的180个神秘钥匙，谢谢小米大老板，老板大小米帅小白。又不算老，我已经擦掉了呀，已经弄掉了。谢谢蛋疼送的一本魔法书，谢老板，老板大小白。哎呀，你们与其现在要看现在长得什么样，你不如待会儿。过两天那个结婚证拿上了，给你们看结婚证照片呗，就行了。这行不了，这种行不了。看结婚证照片不就可以了？谢谢杨麦的小天使开头的守护，谢谢东坡又送出的狂欢卡。兄弟们，这个采集卡的声音对吧？应该对的，你们听得响吧？这个 PS5 的声音，应该没问题吧？再录。什么都要了。都要什么东西、啊、哎呀，明天开，明天开，真的明天开，真的明天开。谢谢茅山三姐一小音乐拉力赛送出的再次60个神秘钥匙，谢谢托马同学的6个月骑士和送出的一个钞票枪，谢谢托马同学的大老板，老板大，小板帅气，老板要老板么么哒。用一首歌来跑、啊、谢谢忘记送出的狂卡，谢谢小米送出的一个玉龙灵狐。你这个是不是很难开呀、啊、什么这个还行啊，选择转向控制动态感测功能，我操，还能通过这个手柄左右来转向。谢谢杨妹的送出的一个方的预警，谢谢杨妹的小天使，爱你哦。哎，手柄左右转向，这不就跟开真实赛车一样吗？还能手柄左右转向，那应该很僵硬吧？我操，这真体感了！这玩开，我操，开个车晃来晃去，这操纵感，油门刹车。自动驾驶肯定是这废物才开自动驾驶，对吧？行车线辅助啊，这稍微开一开，有些赛道不太熟啊，行车线这个稍微看一看。谢谢忘记送出了一本魔法书，谢谢忘记大老板，老板大。刹车指示，老板摸摸啊，这个不太熟的赛道刹车指示要开一开啊，谢谢，大概是到什么位置刹车提醒你一下。动态稳定管理啊，不需要。谢谢天冷要发烧的、啊。冲出赛道时重置车辆位置不需要啊，不需要。谢谢石渊送出的黄卡。还有什么？控制器，现在用的就是方向盘呀。力反馈最大扭矩，现在用的929啊，现在是929啊，929。晚上换个那个 T300，换个图马斯特，搞搞看。现在这个就是手感比较差，开还是能改的。不知道这一座手感怎么样？谢谢微微笑熊，键配置。微微笑熊送的10张狂卡，谢谢微微笑熊老板，老板大小帅小白妞，老板么哒。无功能显示器。切换视角是。谢谢杨妹的小天使送出的一本魔法书， okay、谢谢小天使。你反馈，待会儿继续看看。谢谢送出的一本魔法书，谢谢大老板。显示设置，老板按钮。显示车主姓名，显示为昵称幽灵车，打开设置。谢谢选择送出的一张狂问卡。图像有什么？开始。下一页。下一页。光线追踪。下一页。OK， 好了，杨妹要不要先来开一下这个？我不要，这个还可以啊。我不要，杨妹来开一开呢。我不要不要，你来体验一下，你也没开过这个方向盘。不要不要不要，来体验一下。不要不要不要，体验一下，来开一开呢。干嘛啦？观众朋友们都想开女司机的。拒绝拒，你先开一圈，先开一圈。你先开一圈的。哎呀，不要不要。不要啊。不要。那行吧。很丢人的，大嫂。哎呦，开的是什么车啊？谢谢呀，橘子皮就是皮送的黄。怎么回事啊？怎么上来这方向盘就这样啦？怎么就这啊？怎么回事儿？发生什么事儿啦？你在干嘛？不知道呀。就这啊？呀，方向盘出问题啦。What？ 谢谢叶送的狂欢卡。重新插一下啊。
不是，那你也就这个样子嘛。不是啊，方向盘出问题了，我这方向盘是正的呀，控制器与断杆连接，是不是电得重新拔一下？不会坏了吧？完了，方向盘好像僵住了，闯祸了。啊，它怎么这样了？它动了，动了吗？动了，刚动了。谢谢，这个简单我擅长送出的空卡，谢谢刘春风送出的空卡。看一下，哎呦，这个出去要开转向灯的呀，你怎么不开啊？开什么转向灯？教练师傅不是这样说的吗？什么转向灯？什么东西啊？哎，我怎么这个没反应啦？我得按一下，线好了吗？采集卡，等一下。谢谢微微笑熊续费的一个月领主和送出的两本魔法书，谢谢微微笑熊大老板，老板好的帅气，老板爱你，老板么么哒，谢谢加一送出的魔法书，别坏了，千万别坏了，哎，想好了，没事了，谢谢就是来回，好了好了好了，谢谢最的这是没啥，谢谢 Rock 0123送出的魔法，哟，这什么车啊？谢谢幺八八八 D 送出的魔法书，感谢陈总，感谢陈老板，谢谢陈总，感谢幺八八八 D 大老板，爱你哦，感谢大老板。谢谢。已经加速了，有没有踩到底了？没感觉啊？这车是这样的呀？这什么车？356 Space 的。谢谢陆云凤完了，走火了。看的好像有，也不咋地呀。那你待会儿你来干一下。我不干。以为这个是地平线啊？他妈模拟，待会儿要考驾照的，你以为啊？待会儿在里面考驾照的。喜欢当键盘侠，我也不知道，这算进游戏前那个小游戏吧。我又没有扣弹幕，我就正常用嘴巴说。采集卡感觉还是有点延迟了。还行吧，声音有点大啊，还可以。什么声音有点大？背景音乐。它这个是这样的，它就是这首歌里面这样开呀。设置不了。它这个不是 BGM， 就是你要听着这首歌，然后在这首歌的时间里面要跑到多少的米数，懂了吧？我现在是4500米，拿到金牌金奖杯得8800，就这意思。谢谢庄哥哥送出的十张黄卡，现在刚刚过了一半多一点。谢谢庄哥哥，么么哒。谢谢响亮我不服送出的黄卡，谢谢魔力鸟送出的。这车不算快，不知道这个车是什么车 ，BMW 3.0 CSL。
我穿的什么鞋子？我赤脚在踩，还能穿鞋子啊？难不成还穿？哎呦 ，A 一八六啊！难不成还穿拖鞋开？拖鞋也可以，光脚开，肯定光脚开的了。踩的是有点疼啊，疼是有点疼。我有点抽蛋。压不一个，现实里可以拖鞋，光脚开车。现实里光脚开车也可以啊，那不就那个吗？拖海他爸吗？可以啊，但是一不当心，有可能指甲盖会翻掉的。谢谢 Big JB。在卖了出去了房子，谢谢绝对不是终身的续费的，现在有点钱了，好像是20个闪电，谢谢房子长，谢谢我雪佛兰吧，谢谢分宝，谢谢大家的帅气老板，你好老公，么么哒，多少了我现在？谢谢8500，这是谢谢九九，给我走，乖，这个弯还可以。多少啦？有9100，哎，很轻松嘛，啊，很轻松嘛，这金牌好像很轻松嘛。这不是新手教程？那你来开一下新手教程。哎，你说的像真的耶，新手教程。那你开的很厉害。哎，讲的好像很简单。你来试试。弯道指针好像无所谓的，有了行车线其实无所谓的。这什么意思啊？我的回放啊，这是我的回放吗？哎，这一座这个光线追踪确实，光线做的是牛逼了，确实这个画面是有提升，但是场景好像一般，车确实提升。然后呢，我能跳过吗？我必须得看完我这一段的英姿飒爽啊，不能返回的哦。可以，杨妹你要来一下吧？干嘛？你干嘛不来一下？来呀，我看看排行榜啊！哎呦，第一名啊！哎呦，哎呦，我看这是谁哦？哎呦 ，LZY1993， 切尔西 Nexus，Evil 腾，丁师傅哦。谢谢北岸初晴送的狂卡，谢谢 EJ 菜鸟渣渣，大美女送着狂卡，谢绝对不追踪师傅送的，干嘛？什么样？谢谢我好友人很多了，我跟你说，1000多个好友了，能排到前10很不错了，好吧？我还在第一名，这不错了，虽然是个新手教程啊、哦。干嘛啦？那怎么样还看世界榜了？世界榜这不行的，世界榜人家肯定有大手子。原来你看的是好友榜啊！好友榜怎么了？你来跑，你来跑，我看。我不跑，我不跑。观众朋友们想不想看杨妹跑？我不说了，我不说了。你跑个一圈，你看看。鸭巴大巴弟说给个好友位。什么？鸭巴大巴弟说给个好友位、啊？你怎么都不加人家好友呀？啊！我以前把他删掉了呀。以前玩那个 GTS 的时候，我把它删掉。我为什么把它删掉呢？是那个时候我不是在考驾照嘛，那驾照也有个排行榜的。然后之前都是我是第一的。哇操！自从加了他，他开始玩了之后，他每次都比我快啊，每一张都比我快，快的基本上就快个一秒两秒，每一次都得重新跑啊。原本一看，哎呦，好友榜第一，哎，突然之间有个人一直排在你前面，然后我想到了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好友删掉就行了。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我都在跑啊，我每天我都在跑、啊，每天直播的时候，哎呀，我看我，哎呀，我不行，我好友榜一定要刷到第一，然后我就开到第一了，每次都是要跑好几次，哎，弄完之后，然后关键是跑到金牌之后，他又要跑到金牌，关键他又要跑到金牌，你知道吧？他又要跑到金牌，这个就很僵硬，就我刷完之后，他又要刷，啊，那我忍不住了，我想了个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把他好友删了就行了。谢谢啊，我就删了这一个、哦，没事，我这个现在我重新把它加回来，没事的。现在洛城续费的有句话叫来一场正面较量啊，来一场正面较量。谢谢茅山混子组长续费的人呢，9个月解释，谢谢。哪里看、啊？这个是在哪里看的？怎么看好友请求的？最新资讯 ，Game Base 是不是这个、啊？查看所有朋友，添加朋友
哦，亚巴达巴迪看到了，是一位共同好友，接收。诺里斯，呀，这两个人都挺强的，好像。这不都是开那个地平线五的帮会成员吗？都是些帮会成员啊。诺里斯啊，接受挑战啊。还有谁？接受一下，都接受一下。谢谢那小子真门送的一个高能运气，老板老板大气老板帅气老板，你有老板么么哒。谢谢 Destiny 送的两张光卡，谢谢洛城送的十个鱼竿。怎么有一些是2019年加我的好友啊？我惊了。谢谢白嫖怪，真可爱。2019年6月。谢谢老板老板大气老板帅气老板，爱你啊，老板么么哒。继续。丫头比较挡那个画面，明天再弄吧。来吧，他们都说想看你圈，你就开一圈吧。哎呀，你就开一圈，你就开。你就开一圈，来吧来吧，观众们都想看，想不想看？就让他开一圈。那他前面他想当键盘侠，我操，还说主播就看成这水平。哎，你来，我倒不相信，你来呀，你来试试，来。那我把你这个来耳机你戴上。然后呢？怎么开呀？啊？然后怎么开呀？就是，右脚是刹车哦，就最右边这个是刹车，中间这个是啊，不是最右边的是油门，不好意思，最右边的是油门，中间的是刹车。最右边是刹车，哎，不好意思，最右边是刹车、哎。然后呢，你就方向盘就左右动就可以了啊，就这样啊，方向不要打得太大啊，不要打得太大啊，就这样。哎，杨梅有驾照的。有的，他开始就可以了，是吧？哎，直接点开始就可以了，插件。你其实就跟着他那个线走。可以了吗？准备了，准备了，开始。完了，我好紧张啊！这什么好紧张？很简单。开的蛮好的吧？没有，没有。我好紧张啊！这不开的挺好吗？对，是这样刹车的。哎，到前面带刹车，别急。哦。不要着急，你看他那个直线。你看他红。对，红色那个区块，那个跟地平线不太一样。还可以啊，杨幂在女生里面开的算不错的，真的不错。但是这种车怎么这么讨厌啊？它设定已经这样开了，再往前设定是这样的。太慢了，杨梅，刚刚那个弯你都40码了。不是，因为旁边有这辆拦车。拦车嘛就拦车了，你那个速度也不能那么慢，不急速啊。那个老奶奶买菜了，哎呦，怎么办？走呀，怎么办？赶紧走不就完事了？怎么办？打120啊，别滑稽了，哎，怎么办呀？这有什么怎么办的了？走呀，来不及了。看到你快要踩到他，就快要碰到他屁股，你要么刹车，啊，要么就是绕过他，啊，完了，就绕过去了，别急，前面就是一个检查点，完了，啊，要站了，我不开，站了，站了，真你前面看的挺好，你后面紧张了，你前面紧张了，再重试一下，不要啊，呀，我烟还没抽完呢，再来一下，我烟没抽完。再来一圈，
完了，他逃走了，兄弟们，他逃走了。我先看看加完两个好友之后排行榜有没有变化啊？哦，没有变化，那还可以。嗯，亚巴达巴迪9060米啊，还好啊，加完之后没有什么变化，还行啊，我心里能接受了。哪个会好看一点？方向盘其实没有手柄那么好操作，因为方向盘很累的，你得左右打，它有些车可能是900度的。就比较麻烦，你知道吧？手柄的话就动起来比较方便，但真实性肯定是差一点。方向盘它这个你操作起来，起码开一下午手要断掉了，你知道吧？不开船，这个是GT赛车的新游戏，搞一搞吧。买了 PS4 总归得搞点新游戏啊。来了，啊 PS5。只有12个人玩，那也很正常啊，因为现在应该很多人都在玩奥尔登法环呀，这很正常的，这不很正常吗？感谢混字组组长，感谢大老板，继续了啊，关闭。然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离开了？直接开始。是，跑车浪漫旅期。他为什么要叫跑车浪漫旅呢？世界地图新闻列表。世界地图看看，请选择游玩时的昵称呀，这个昵称，这个昵称难道不是那个吗？不是外面的 PSN ID 吗？叫什么？就叫挪威亚。谢谢。可以打中文吗？麦子的碗里抓鱼续费的3个月骑士和送出的很多很多鱼竿，还有水晶天鹅，谢谢小西装大老板，老板大帅。就叫挪威亚吧，我看看。老板爱你哦，老板么么哒。打英文吧，简单一点。谢谢顺其自然送出的很多神秘钥匙，谢谢汤臣一笔送出的狂卡，谢谢小夜灯送出的鱼竿，谢谢洛城送出的金星吊梦，还有很多小丑鱼，谢谢洛城大老板，老板大小的帅气，老板爱你哦，老板么么哒。谢谢从此君王不早朝送出的鱼竿，谢谢什么意思啊？茅山混子组组长送出的，这是一项针对新手的设置。世界赛道比赛中 AI 的控制 ，AI 控制的对手车辆速度将会更慢，让新司机能够更好的享受比赛。谢谢风雨他们，这是默认设置。世界赛道比赛中 AI 控制的对手车辆将会以常规速度行驶。谢谢欧困难，这是一项对自己能力有自信的车手提供的设置。世界赛道比赛中 AI 控制。AI 控制的对手车辆速度将会更快，让你能够享受更高水准的比赛。嗯，那就这个了。他有没有选高难度，像地平线一样能够给更多钱的？困难啊！谢钻石熊猫大混特混送出的狂混卡，直接自信。谢谢会移动的画面看起来没问题吧？清楚吧？明天我开个 2K 哦，今天就没调就算了，明天方向盘什么都弄好了，我开个 2K。开 2K， 把分辨率提一提，因为这 PS4 毕竟是个 4K 的嘛，啊不是 PS5 毕竟是个那个 4K 的嘛。你怎么老是说 PS4？ 习惯了。但是明天估计开 2K 的话，可能他这个采集卡的帧数只有30帧，可能比赛奖金不受影响。这是什么？汽车工业回忆录。Rolls Royce， 劳斯莱斯。然后说到了后面的汽车比赛，泰坦尼克号，汽车发展史呀，啊，汽车发展史，卓别林，呀，这开头确实太有味道了。那
那个环形赛道，你们应该在那个很多纪录片、汽车节目里都看到过 ，TET 都不知道去过几次了。确实，它这个 GT 啊，偏向于跟你说的这些汽车文化，它的风格其实跟地平线、跟极限竞速都很不一样啊。它本来跟地平线就不是同一类型的赛车游戏。听他们说，我看最近昨天有人玩上的兄弟说，这一座的手感跟上一座 GTS 好像不太一样。我刚刚是转自引擎嘛，跟上一座 GTS 不太一样了。这一座的手感可能有点像那个神力科莎啊，会有点像神力科莎。感谢随风而逝送的广告。甲壳虫，时间线慢慢往前推进。哎，这不是宝马的那个老头乐吗？哎，路易斯汉密尔顿，这是什么特别邀请吗？之前就 GTS 就有个联动，让你在这个游戏里打败汉密尔顿，汉密尔顿会给你他跑的一个圈速，你要打败他，他会有汉密尔顿的一个幽灵车。谢谢鱼团撒撒撒撒撒呀哈哈送出的十张红卡，谢谢老板，老板大，谢谢老板帅气，老板爱你哦，老板么么哒。谢谢7307送出的狂卡，谢谢顺其自然送出的七个金星吊木碎，谢谢随风而逝送出的狂卡，这汽车工业，谢谢茅山混子组组长送出的很多很多小丑鱼，谢谢组长大老板，老板爱你。哇，这太有感觉，一下子切换到游戏。Taken， 刚拍的是保洁工厂。呀，这画面可以啊！我操，你不说我还以为是现实实拍的呢，我操，这画面可以啊！哎呦，虽然是 CG 哦，但看起来还是蛮带感的。虽然是 CG， 但其实它这个 CG 并没有做的特别 CG。谢谢呀，这辆车不是那个刷圈车吗？大奔驰刷圈车。我又记起来了，雪佛兰之前那个奔驰刷圈车。我现在看到这辆车，我就想到我地平线里的钱，我的。雷辆刷圈车叫什么来着 ？C 什么 K 好像。牛尾。CLK 对 CLK。极限竞速特别版啊，牛北啊，那肯定都喜欢牛北啊，牛北蒙扎都还行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首都高，你小时候玩这种街机厅里玩赛车游戏嘛，你肯定对首都高肯定是有比较有感情的。拉法哦，这 FXXK。这里面好像有很多电动车，捷豹电动车，这很帅，现实里没有的呀，马路上看不到的呀，有很多这里面都是些概念车，兰博。索尼和本田合作造车了，索尼之前不就说已经有一辆概念车出来了吗？不还在公司门口开了一圈吗？
有没有引爆啊？没有，没有引爆啊，没有。思域是有的，引爆没有，可惜了。啊，同门师弟不在，一样的，你开思域也就相当于开引爆了，没事的，没有引爆啊。你或者选个思域，要不选个那个奔驰啊，选个奔驰，一样的，跟引爆差不多的。Yaris， 纳斯卡好像有的，我看到前面有个镜头是纳斯卡的，有的。Formula E 好像应该也是有的。Formula E 我暂时没看到，但前面看到有那个，有跑勒芒的时候。可以，这一段片酬很长啊，真的很长啊。把所有车的系列，对吧？包括各种各样的地图、天气。还有夜晚白天各种技能表现都跟你讲出来了，确实可以呀。这个界面好像跟 GTS 差不多的嘛。啊，有很多同学肯定要问了，货币，哎，主播你为什么上手有一个啊152万呢？是为什么呢？哎，因为主播买的是豪华版啊。哎，啊，是这样的。但是主播呢，你别以为主播是凯子哦，但主播呢实际上确实是个凯子。为什么呢？主播这个游戏是3月4号发售的，我他妈是在3月4号凌晨买的，他3月4号呢就直接那个就是发布了，你知道吧，就正式开服了。他他妈有一个预购奖励，预购奖励好像送你100万啊，我没预购上，我 PS5 当时弄完之后已经过了12点了，结果我没预购上，预购奖励没拿到，然后我就忍不住自己买了一个豪华版。我想这账户里没钱好像有点僵硬，对吧，我就给自己买了个豪华版。那么理论上你之前如果买个标准版的话，这游戏还推荐你们买这个标准版，标准版本来这个预购就送你钱的。我是实在是我一想我预购错过了，那我只能花钱就买个豪华版拿点钱了，就这个样子啊。实际上主播是个凯子啊，好吧，是这样的啊，我得解释清楚，不要到时候有人买了，买完之后说没钱，这怎么回事啊？主播是不是作弊了啊？实际上不是啊，主播是凯子啊。我是莎拉，是您在这个跑车浪漫旅世界的向导。在我们出发之前，我想问您一个问题：你以前来过跑车浪漫旅的世界吗？来过。在跑车浪漫旅期的世界中，有些东西一脉相承，另一些则是新增加的内容。这里不但可以极速驾驶、赢取比赛，还能收藏汽车，了解庞大的汽车文化。那位啊，让我们一起去探索丰富的跑车浪漫旅世界吧。首先呢，您需要一辆车，附近就有一家二手车店，价格相对实惠，我们不如现在就过去那里看看吧。我还有说预购啊，他还送你3辆限定的车啊，我也没拿上啊，我气得要死，我操，就凯子当的，我操，还真他妈像个凯子。关键凯子豪华版就拿了钱，车没拿上。谢谢陈出不穷续费的24个月见识和送出的一本魔法书，还有来这里吗？谢谢陈出不穷老板，老板我是安迪，帅气老板安妞，这家二手车店的老板，很高兴认识你。谢谢有点搞错。以下是我们在座的车型。谢谢金千鹤，你能不能给挪威一些选择建议呢？可以，没问题。选车不能只看外观和价格，您还要去注意性能分数 PP 啊，就等级了。性能分数表示车的速度有多快，性能分数是一个展示车辆能开多快的综合指标，这个指标的计算考虑了很多因素，动力、空气动力学性能和操控性等等。性能分数越高，车子就跑得越快，这个就跟这个地平线的这个装等是一样的啊。不过你初来乍到，我推荐你先选一辆日本产紧凑型轿车。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为什么一定要选日产的啊？为什么要选日本产的？凭什么？就因为是日本的游戏吗？啊？我推荐 Honda Fit、 Toyota Acura 和马自达 Demiro 都能满足你的要求，你可以根据性能分数或外观设计自由挑选一款你喜欢的。我不能选的，像这种什么宝马什么我不能选， GTR 我不能选的。谢谢，我有钱。Hi Archer 送出的10张狂卡，谢谢老板，老板大，小板帅，小板妞，老板么么哒。那他妈肯定选911呀，这还用说吗？啊，肯定选911呀，后置后驱，4驱，应该搞辆4驱哦，可以吗？我可以选吗？能不能购买？
能够买我这豪华版就买的非常有意义了。了解更多，这是吧？操作性非常梦幻。实际上，这款车搭载的引擎与早期车型相比，马力增加了20匹，更精良，驾驶体验更显舒适。它每辆车都有这个介绍的。保时捷工程师的愿景，购买14万。买啥？开局直接牛逼，哎，这个就很舒服了，兄弟们啊！作为豪华版玩家来说，哎，我上手我就能直接买上911啊，好吧？啊，买完之后还直接等级上升了，决定，以后还能再买的呀，又不记得了。收藏加点数，拥有的收藏加点数越多，你的收藏加等级就越高。收藏家等级反映了你作为汽车收藏家的级别，多多收集车辆来提高你的收藏家等级吧。恭喜，我看到您已经挑好了您的第一辆车，那么它就是您的第一台爱车了。我建议你一起去您的车库欣赏一下您刚刚买的新车，好吗？可以啊，我能再买一辆吗？可以吗？608。谢谢汤臣，我想买个蓝宝。免费的一对戒指，谢谢放开云哥，让我分数最高。而且价格不是特别贵，而且是会移动的300斤送出的一本卡，谢谢老板那么大，小个帅气老板，搞一辆，么么哒。谢谢薰衣侠送出的 LP640，买上，直接花，全要了，我全要，上手就能疯狂消费一个，可以，二手车店嘛就二手车嘞。怎么了？本来就是一些老车呀，那就二手车呗。立刻换乘吧，否。好了，差不多了。然后呢，得去我的车库啊。车库现已开放，这是我的车库。为什么千万别开新车？这里是您的车库，您收藏车都会存放在这里，这是您的大本营，您可以在这里更换车辆，进行车辆设置或仔细鉴赏您的收藏，可以通过比赛赢得的礼品券并领取奖励。先到处看看吧，等您看完了我就带您到咖啡店去。车辆设置，哎呦，调教，看到性能的变化，您可以将所做的设置保存为配置表，配置表中保存您的设置后，以后就可以随时调出这些设置，添加或复制。可以在在线杂志中了解更多设置的相关信息，还可以有推荐是吧？那我上手先换个软胎不就行了？跑车软胎 SS， 赛车胎软胎可以换吗？哎，锁住了，不能换，只能选硬胎。这个确实是，不过其实地平线也有这种的。风景视频礼品，我有礼品吗？我未拥有任何礼品。调教件，调教商店，特殊配件，未拥有。OK， 车辆收藏是什么东西啊？这是您的车辆收藏哦，这是我的每辆车的收集册。请收集更多新车来充实您的收藏吧。哦，还有分国家的，奥地利、德国、意大利、日本。我操，日本有这么大？德国大概有6排。我操，日本这快十几排了。美国、英国、其他，这好像是辆卡丁车。好了，我好了。然后呢，我得去咖啡厅啦。咖啡厅是什么地方？咖啡厅，汽车爱好者群聚的咖啡厅，在这里可以遇见有趣的人。进去。藏了一座咖啡厅，很不一样的地方。汽车发烧友设计师会经常光顾。
准备了一批特别菜单，进去看看吧。特别菜单书，吃食和饮料之外，菜单书一个，我会再给你一份。选第一份菜单吧，目录：克里斯汤姆马塔塔，日本紧凑车，就一本啊，收集。了解。哦，是要收集菜单上的车，然后可以拿一些奖励，达成目标。橙色的罗盘可以引导你。OK， 开始。然后呢？世界赛道现已开放，展厅现已开放，现在又自由了了，展厅。那他们说考那个驾照是在哪里考的？考驾照哪考的？哦，展厅是一些这个东西，共享的一些东西，有一些拍的照片，我拍的真好看。关闭。那买全新车是在哪里？车经销商呀，新车在那买，还没解锁。哪里考驾照呢？选项得先推流程。咖啡厅里没有卖，驾照还早，那行吧，世界赛道得先做第一个任务。行，亚洲大洋洲马交湖北方群岛赛道，先选个美洲。选择街机比赛次第竞赛圈，变更车辆，公路车，主要竞争车辆，车辆设置。现在可以换吗？也换不了，只能硬台。进入五圈，驾照都没有，直接开始跑一个啊！继续。开始，怎么换视角？哎呦，不是，我这速度也快太多了，好像。呀，这不纳斯卡的赛道吗？这视角有点焦。完了，我打滑了，我马力有点大哦。完了，我打完了，找我，我找。呀，后驱开这个，我操！早要换兰博了，我。居然还越来快了一个。哎，别！完成了，不是这个专家难度的 AI 也太慢了，有点慢呀。周日呗，完成了。CR5000，才拿5000块钱一场比赛，
下一页。不，这车太快了，确实太快了。这个车不适合这个，这车他妈太快了！我操！什么？我拿一辆马自达，收集，获得奖品车，马自达 Demiro，收集。凯子的胜利。然后呢？离开。这固定有个回放。离开。专家没想到上来就开911一个。然后呢？那不是完成了吗？我怎么考驾照呢？再玩一个欧洲，马交湖 ，PP7305 圈。哦，这个是限制等级的，要达到730。这个是什么玩意儿？什么会场啊？最喜欢的赛道上见面吧，可以和世界各地的玩家见面。炫耀涂装，哦，自由模式。还可以有个房间炫耀涂装一个，要不换一个，换个那个看看。这个是预购送的，272匹，这个 PP 等级居然不显示的一个。但我这些竞争车辆好像有点太低低了，这样是不是有点欺负他们的意思啊？感觉有点欺负他们了。换个雅力士吧，啊，换个雅力士，感觉太欺负他们了。整个雅力士开开，完了，我这车好像也很乖。好像有点太快了，我操！第一圈已经全部超光了一个，这好像不是一个级别的呀，整容欺负小朋友了。这个车好像打滑也蛮严重的，感谢无私无忧大老板送的方便面。这个视角看起来视野宽广一点，要不就用这个视角吧，车内视角感觉有点窄，有时候看不到出弯路线。完成，1分57秒，望尘莫及。我实话实说，我开那一辆最最垃圾的，就送给我那辆马自达也能第一的。实话实说呀，也能第一的。ABS 关了，这不弄自己吗？那游戏你去关 ABS 干嘛呢？没意义的呀。ABS 还是开着比较好一点。奖品车。飞都，你看，换低级车啊？那就换个低级车，搞得像低级车不能开一样的，就换个低级车。好了，直接换一个呢，我就拿刚刚拿到的飞度，好吧？飞度这种可以吧？小飞度啊，
我直接冲了。中性单啊，舒适啊，舒适轮胎啊，哎，搞得像太难。我这个 AI 难度还是困难啊，是困难 AI 啊，你们前面都看见了，我不是瞎吹的。这种是一个级别的吧，对吧？势均力敌了，这下势均力敌，非常势均力敌，吃了波尾流。乖嘛啊，乖嘛！乖嘛啊！不是，这飞度难道是电动的？怎么有他妈有个电池啊？这油箱怎么是个电池啊？我惊了！混动飞度啊，完了，这个外圈有点贵，然后再弯内圈，这个视角怎么把后视镜打开啊，兄弟们？怎么就顶上开个后视镜的？怎么开？是按哪个键？感觉上面有一个顶上的后视镜啊！不还是第一吗？有什么问题吗？跟你们说了，虽然它 AI 难度高了，但是主播的水平摆在这里，你知道吧？没办法我。待会得看一下那个上面那个后视镜怎么开啊，那个开了就比较好一点，看看人家后面这个线是怎么走的，这个非常重要啊。什么有个公平竞赛奖励的 BB 赛道，搞一个 BB 赛道，整个什么呢？就还是飞度吧，好吧，我就还是整飞度啊，就整飞度，开始。方块往后看，方块是切换视角呀，我前面看了的，方块是切换视角。我看一眼控制器设置，按键配置，往左看，往右看，往后看，警示灯，氮气右转灯，切换视角，倒车升档，多功能显示器控制，多功能显示器向左。切换远近光，切换视角，那这个视角里就没有了，就上面它没法给你开那个开后视镜，还必须得按下方向键，那有点难受啊这。哎，有氮气的，有的，这个改成那个吧，就往后看。哎，我也不懂这个氮气什么意思。R 三键是氮气或超越一个，决定返回开始。
这种赛道感觉好像没有压力呀、啊。能不能指点难的？这飞度在这上面油门都刺到底了，我的，我都没松开了过，就第一弯要松开来，我的后面全部刺到底，又第一啊！哎呦！家用车为什么不能上赛道也能上的呀？开两圈又没什么问题。我想考个驾照，他们说驾照挺难的，我要看看驾照有多难。有人说那个驾照自己跑了很久，手都搞得很痛，我得看看。获得奖品车，该，你该，看一眼啊，看一眼，我要看看驾照怎么用。我们回到咖啡厅去吧，啊，提示你了。回咖啡厅，咖啡厅走，这应该是个新手引导，那情有可原、新手引导弄得稍微轻松一点情有可原，日本紧凑车已完成，否则你选个困难难度，游戏刚开始直接全推，很僵硬的，再怎么样给你混到这游戏时长得拉到两个小时吧，至少、目录收藏算是完成了，孩子，我要给你讲讲这些车的故事，我们晚点再见面聊吧。欣赏这些车，仔细听哦，发现的也越多。一星轮牌奖券，驾照中心，哦，来了，有驾照了。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啊？紧凑型汽车一词。顾名思义，指的是轴距较小、内部空间较小的汽车。新司机会喜欢此类车，因为易于操控，而且非常适合日常使用。日本的紧凑型汽车以其技术实力而闻名，例如第四代 Demio， 这个在国内是叫什么来着？跟那个马三、新马三一起出的那个时候，国内是叫啥来着？就它的这个 SUV 的这个版本是叫啥？我一下都忘了。之前就他们一起做，之前有个什么阿特兹，这个叫什么 C 叉三还是 C 叉五啊？是吗 ？C 叉三还是 C 叉五？这个应该是 C 叉三 ，C 叉五的尺寸比它大，这是紧凑型的。第三代 Honda 飞度 Hybrid 混动啊，这辆是谁啊？这个好像国内没有吧？这个国内有吗？威驰啊，这个国内叫威驰哦，不是这个，因为它游戏出品方包括 GT， 你们总归知道，小时候总归玩过 GT 赛车的了。日本人的游戏啊，日本人游戏嘛，总归上来先放个几辆日本车了，你懂的呀，这不很正常吗？确实很正常呀，在驾照中心测试自己的水平，希望你去驾照中心逛一逛。比赛中遇到了困难，可以通过驾照中心考取驾照来精进车技，对自己信心十足，也可以考一下自己，看看能不能在所有挑战里都获得金牌。首先在国家 B 照啊 B 照的第一个挑战里获得铜牌以上的成绩吧，放的还挺宽的。开始要求只要 B 照然后获得铜牌就行。日本其实现在比较，其实他们那种当地哦，
就日本国内其实很多的车是什么车呢？他们很多都是那些很小很小的那个叫什么 K 卡嘛，就比紧凑型前面你看到紧凑型的这些车还要再小一，还要再小一点，它的轮就轮胎尺寸也很小，叫 K 卡。它整体后面就像一个小型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箱型货车一样，就类似于像就国内的那个 mini EV 你知道吧，就这种造型，屁股是那种就是就一刀切下来的那种。为什么都喜欢这种车呢？因为他们都像上下班用，因为日本有一些像东京这种有些路特别小，他们开起来好开你知道吧，路比较小而且比较好停，对，还就关键是方便停车，方便钻那些小巷子。其实这个是国家就是这个地方的原因决定了他们的这个买车的取向啊，买车的取向，地方太小了，确实地方太小了。驾照中心，哎呦，搞得像真的一样。学到控制车辆所需的驾驶技术，那些 K 卡好像排量特别低的，有些好像是什么0.8啊、1.0、1.2，很低很低的，因为车小嘛。以及获取作为能力证明的驾照，随着您通过一项项测试，您会学到各种驾驶技术，变得更强更快。你也可以通过测试来确定技能的提高程度。丹尼尔·索利斯，国家 B 级驾照的教练。我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北美地区的 GT 车手。你可以在这里磨练你的驾驶技巧，上手学习驾驶的基本知识，加速转弯和刹车。来吧，我们来试试看。新手教程，那来一个，录个看看。演示，欢迎来到新手教程。你可以在这里学习到有关刹车、驾驶辅助的功能的一切知识。我们先为你演示一下。教我怎么刹车啊？看到前方赛道上的红色区域了吗？那就是刹车区域，那里标记了你需要用力踩下刹车的位置。当你的赛车进入刹车区域时，一定要尽快刹车。车辆减速并接近转向需要达到的速度时，红色也会渐渐变淡。出弯时一定要小心，不要把油门踩得太猛，否则你会很容易冲出赛道。哎，不冲出赛道，就很容易 spin 啊。不是神尼克莎 GT7， 新的 GT7 标刹车指示会显示你在什么时候需要踩下刹车。哦，码表会变成红色，需要踩下刹车。呀，这个换挡声音也太美妙了。哎呦，建议档位，应该采用的档位。然后呢，光演示了。当你第一次驾驶上一条赛道时，对行车线的选择一定大伤脑筋，不是吗？在这种情况下，辅助行车线就非常有帮助了。弯道指示会帮助你找到过弯的最佳路线。只是你什么时候入弯，哪里是弯道的 apex 中心弯心啊，以及出弯点，驾驶时一定要留意这些指示信息。行车线也是非常有用的帮助，完美的行车线可以用作参考。然后结束，多功能显示器，简称 MFD， 包含多个界面，自如切换，显示多种与驾驶有关的信息。包含赛道地图，显示附近车辆的雷达、天气预报以及其他更多信息，来调整牵引力控制系统啊，就调整 TCS， 进而防止你的轮胎打滑，以及控制刹车平衡。试着切换界面来显示各种不同的信息吧。TCS 我就开了就那个默认的，它默认最高是五档，我还开了两档还是三档，稍微开一点点吧。有些大马力车确实不太好弄，油门稍微给多一点就滑了。
完了，找我了。这里好像要松刹车的，啊不，松那个油门的，找我了。这换挡跟拖拉机一样。这里好像刹的不够多。呀，还是不行，吵我了 ，fuck， 完了，好像上来得松很多油门啊，不能这么早给油。弯其实蛮有技巧的，有点像上海就是那个上赛道的那个一号弯，有点像的，它后面会比较急。不需要加什么重量，利用赛道旁的路缘石或者工作人员岗亭等等脱离辅助驾驶。其实你如果要把刹车提示关掉，就告诉你哪个刹车点的话，你得一辆就差不多一个赛道你要熟悉好久，而且不同的车其实刹车点也不太一样，启动和制动。 B 搞一下启动和制动，你需要加速驶出起点线，并在目标区域停下，放轻松，保持在直道上向前行驶就行了。知道该什么时候刹车，抵达标记点时踩下刹车并最终让车停下来。准备好了吗？开始吧，开始。听说很难，我来试一试。这什么车啊？完了，好像踩慢了。多少啊？获得银牌。重试。得早踩一点啊。哦，就刚那里。这行程也太长了。我现在大概知道了啊，大概是在什么位置刹车了，摸清楚了啊。车走一般性，我操，试过一次就知道了。现在踩啊，注意一下标记啊，差不多了。啊！好像得整个车身都进去，车头进去是没用的。差不多到50那个标线踩差不多了。啊，旁边有个标线吧。这是200到50，三，完了，好像有点多。
呀。完了，找我了，起步慢了。双鱼座的水瓶续费的十个月见识，谢谢茅山三姐一大哥炼宝送出的爱月之盒，谢谢炼宝大老板，谢谢老板，老板大，小本帅，小老板妞老板么么哒。呀，好像还能再极限一点，还差那么一丁点儿。太吵，托马鱼送出了黄卡。0.06，我操！牛波波送出了黄卡。在50前面一点，兄弟们，50前面一点。谢谢双鱼座的水瓶送出的60个神秘钥匙，谢谢加仓送出的十张黄卡，谢谢加仓老板。谢谢天之卷送出的十个神秘钥匙，谢谢被阿星背叛的 AUV 续费的一个月礼物。哎呀，这波其实也杀的有点早了，应该杀的再晚一点点啊，再晚一点点。我其实踩了一脚又放了一下。这游戏我想跟大家说，这个驾照啊，驾照中心的金牌啊，确实不太好拿的，确实不太好拿。看一下排行榜。啊！这宇智波魔蝎子啊，这吃了啊！啊！我觉得是应该是我这个起步梗的慢了点啊，这车起步梗的慢了点。谢谢被阿星背叛的 AU 送出的20个神秘钥匙，谢谢原子弹碎片的一个。手头长估计起步比较快。送出的我得极限一点。谢谢九一双女的梦送出很多很多五粮。你该心满意足，完成。哎，也就再试一次嘛，还行吧，啊，还行吧，拿个排行榜第一还是很轻松的啊。高速环状赛道弄一下。必要的考试内容是启动和制动二，这场考试的车辆比 B1 考试中的车更快，但考试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哦，车不一样了。刹车的。踩下刹车时机要稍微提前一点 ，OK。这 CT 应该起步维持在什么转速啊？啊，直接金牌啊！假了吧，假了吧，鸭师傅，假了，是不是假了？这帮兄弟是不是开始了？是不是我一边在保，他们在保后面的东西啊？谢谢原子弹送出的66吨龙三连击，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谢谢何大同学。开始卷了呀，哎，这波不行了，我起步慢了，应该是开始卷了，我看出来了，应该是卷了，卷起来了，好像应该是卷起来了。我希望大家不要卷啊，卷了其实浪费大家时间的，没必要卷的呀，对吧？真没必要卷，真的没必要卷。不行，还是再早一点，这个比刚才那个更慢了。
像跟之前那个差不多，完了还慢了。又早了，好像是那个三角桶，三个雪糕桶那里就差不多开始杀。100米之后，完了，这起步是拉到多少转啊？谢谢原子弹送出的朋友卡，谢谢被阿星被拉4000转，8个金子掉门，谢老板老板大笑，么么哒。不行啊，比那个采买要慢很多啊。不行，还是得采买，不是了，采买就行。比我刚刚那个快吗？好像不快呀。我刚刚是多少？16秒55。起步慢，没事，问题不大。操！谢谢云高互助投送的三个金星角门，谢老板，谢谢双色之名送的车上。哎，为什么呢？为什么起步会慢这么多？采买，采买。fuck， 影子就是我之前16秒55的影子，最快的影子呀，我还是踩早了，踩晚了又怕慢，还踩得早了又停不进去，很极限啊。差不多了，这位置应该正好，有了，过正。多少？干爷。嗯，可以，心满意足，离开。离开。下面那个是不是也是的？过弯基础。这是什么？阿尔法罗密欧吧？感谢石丫丫大老板送的烧白枪，谢谢茅山唯丫丫石丫丫大老板。14秒57，专心练习转弯的角度和时机。开始，看一下，交转完了，通过一个弯道。感谢石丫丫大老板，主持人丫丫大老板，这里健康，迪克大大，感谢石丫丫大老板，他怎么会卡在这个二档呢？谢谢石丫丫送出的一个超标枪，谢谢石丫丫大老板。我要送油门，这个时机不太对。老板，爱你哦，老板么么哒。谢谢十一姐姐。走得再大一点，然后一把拉进去，打得多一点。
是这样切吗？切的多一点行吗？谢 Picky， 感觉好像快了呀。42张，有了。谢 Picky 大王，谢 Picky 大王的 Picky 44张粉。但他好像是14秒5。老大笑得帅死了，白喵老板么么哒。谢谢香川照之送出的一本马书，谢老板。谢原子弹送出的。加入间没事的。我知道诀窍。小点。操，14秒5有点难，哈哈哈！这兄弟跑了多久啊？14秒5有点难的呀。有点难，有点难，有点难。拉一波大外线，然后直接这样切进去。摁切，我觉得我这波快了。我实话实说，这兄弟应该是这么保的。切波弯，嗯，看一下，原来是这么跑的啊！拉的大一点，然后切一波弯啊！我来看一看。哦，没问题啊，离开。完成，没卖呀，过了呀，完成 ，TT 苦贝，03年的 TT 苦贝，3.2，终极卷啊，卷的蛮厉害的，哎，这个叫这个 Angel 这个兄弟啊，肯定是在疯狂卷，还有这个都 B 3.0，压巴大巴低，哎呦我操，狂卷，我操，一路狂卷，乱卷，真的乱卷，前面宇智波卷也就算了。又开始卷了，都在卷了，都在卷了，我都乱卷吧卷，我有什么好卷的呢？弄不懂我呀，这里好像不用刹车，走过了。重新跑一下，这里轻轻的带一点就行了。那种应该不是卷的，他应该现在没在卷啊，我觉得那种应该没在卷。闯窝，闯窝，重试我操，直接开始重试一个。一样，方向拉大一点，然后带一脚刹车，然后直接这样弯一切，出弯加大油门，闯窝。哎呦，他们是多少来着？11秒几啊，兄弟们？踩脚，这里不能摁切啊！啊！给找了，这样可以。啊，完了，闯窝。正常走线吧。正常走线应该还比这个快一点。12秒094，再优化一下，再优化一下线。我在玩历史几档，三档。
关了，好像又关了啊！我看一下多少，他们是多少，我得看看。11秒4。啊！求求各位别卷了，算了算了，真的没必要的。开过的不要再开一遍了，行不行？就继续往下开就完事了。卷没意思呀，真的卷没意思呀，再上 N 卷有什么意思呢？对吧？没意义的，真的没意义，这不浪费时间吗？哎，跑跑 A 照不是挺好的？哎，非要卷我，真的别卷了，水友们，真的别卷了。排行榜我以后我也不干了，好吧？我不干了，不干了总行了吧？别卷了，真别卷了。求求了 ，fuck！ 我就看看排行榜，对吧？我看看我大概在第几，我就稍微看一眼，我也不想卷的呀。谢谢，卷的太厉害了，这。Air 送出的红红卡，谢谢7月19送出的30个鱼蛋。我这样会快吗？谢谢，好像不快。送出的很正常。切的有点多了。谢谢独走深巷送出的一本魔法书，谢谢老板，老板大小的帅气老板，妞好么么哒。啊！操，是打多了。呀，这个11秒4还挺极限的。这个弯里其实好像应该先慢一点比较好，然后出弯快点，这个弯中给点油，前面快就是弯中给油给出来的，不如进弯先慢一点，啊，慢一点踩个几脚，然后出弯快一点，能行吧？好像不太行。再试一下啊，不信算了，不信就算了。水温100度不是很正常吗？咋的？还他妈越跑越慢了。最后一次，最后一次，真的最后一次啊！有点难卷，有点难卷，有点难卷。哎呀，差一点点，真的差一点点。不行，这后面我操，出弯太慢了，出弯太慢了。给油不多，你看影子都跑不过。不能漂移的，之前播基地的时候已经说过了，这游戏里漂移是必是慢的，不能漂移的。算了，不卷了，实在不行不卷了，烦死了。难道进得太早了？我是为了圈速没办法，我只能油给的早一点。
我应该领悟到技巧了，我领悟到了，我只能说我领悟到了，好吧，兄弟们攒了。二档入弯是不是？你意思我？我这拨片能直接降吗？好像降不了啊。不能贴左边的兄弟，贴左边你后一个弯进不去了，你必须得贴弯心啊，弯心是肯定得贴的。不刹车也不行啊，不刹车后面这个弯根本进不去啊，刹车是肯定得刹的。可以怎么样，就前面它标记的刹车区域你不刹车，就扔掉油门，然后这里给一点刹车，然后我开始飘了呀，有点麻烦了。狠踩刹车你踩到二档了，但是问题你速度也下来了。我横踩必须要踩到40码，然后他才会加，这也踩得太满了。看遇到了瓶颈，提示我去看演示一个。有可能前面刹的太少了，我吃满也没有，这轮胎感觉咬不住地。而且它这个物理就是你弯中刹车就会开始飘啊，方向就不对了。算了，不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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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都拿到金牌来卷什么我的。都是1.5秒了还卷啥的，不要卷了。这帮兄弟他妈太能卷了呀，我操。哎呦，这一波其实就差一点儿。幽灵车就是我最快的那一次，不是别人啊，就是我个人成绩的最快的那一次。感觉是什么，我最快那次是贴住了弯心，弯心贴住了。
我后面这几次都是弯心没贴住，直接就出去了。但是问题是，我拉不过来，轮胎已经开始叫了，你知道吧？跟轮胎没关系，这里面也没有轮胎磨损，它从一开始轮胎磨损都是重置的，我感觉咬不住啊，确实感觉咬不住。刹车力度可以控制的，不管你是手柄还是这个方向盘都可以。小安是在晚刹车，然后给油，然后再出弯的。我这一波是，就前面那一波是这么开的，晚刹车，刹车刹晚，弯心当中刹，刹完之后然后早点给油。但刹多了好像，进弯前多往左打一点。贴左边，我觉得也可以。Fuck！ 哎，不卷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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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卷最后一次，就最后一次。我觉得演示里它就跟正常的路线是一样的呀。我现在这前面这个幽灵车已经是金牌了。谢谢稳善送出的十张，我们拿下了白老板大奖，谢谢老板娘，老板么么哒。谢谢春田花花又是。完了，我前面那一圈到底是怎么开的？我开不出来了，僵住了。哎，先过了，先过了，不管了，拖太久了。你看，我认输啊！我认输，这关我认输了。他妈的，我认输了啊！我下播之后好好跟你搞一搞，主播。过弯基础三，你需要通过一系列的连续弯道，找到正确的转向节奏，充分利用赛道的宽度。完了，也有人开始卷了。诺里斯开始卷了，我发现了，又有人开始卷了。又是卷王之王，刚刚那个弯道我下波必跟他们卷啊，好好卷一卷。哟，这赛道感觉很有感觉啊！主播，多少？再重试一下，好像那个人是12秒9啊，诺里斯是12秒9。感谢逗逼3.0大老板送的16张广物卡，感谢大老板。切弯切得狠一点，完了直播不行，切得狠一点。
游戏啊，游戏。这个12秒9应该蛮轻松的，三波之内搞定吧？啊，三波。前面那个弯角确实僵硬了，应该那个弯应该杀完是马上要给点油，甚至于你杀的时候油可能是要慢慢给起来了。我这个是应该最好是左脚控制刹车，右脚控制油门，可能快一点。这个踏板感觉没有办法一个脚踩两个，我跟不上来，感觉杀完之后再给油就给慢了，给的有点慢。应该要提前要拉的，最好提前要拉的，这个完成了。Z34买了新的了，新的这个要到4点多才到，就明天才能弄，装起来还挺麻烦的。也卷起来了啊，我看到了，逗逼3.0，压巴打巴低啊，多少？10秒8是吧？新的是 T300S， 也是比较一般啊。T300GT， 就法拉利的那个盘子好像，它盘面是法拉利授权的。这里得踩刹车。它这里怎么不提示那个刹车点了？啊，金牌只差0.008，G29太拉垮了。G29那个齿轮传动开得太恶心了，他打的不是很精准，你知道吧？而且这种感觉很难受，感觉非常难受。我现在就不卷了，我就拿到金牌我就走了啊！我不卷了，真的不卷了。感觉切得狠一点，好像松刹车是可以的，哦，松油门是可以的。不是新的那个，新的那个好像还没货了，6000多那个没货了，是 T300GT。你看老我走了啊，我不卷了，我不卷了。我不卷了，下播我跟他好好卷一卷。我不卷了，哇操，我才第5啊！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哇操，滑着进去的。刚刚那一波，哎呦，稍微有点失误了，不失误就好了，是有点失误了。哎，这里不该松油门啊！刚那里就不该松油门啊，贴着左边方向多打一点就好了。这波应该有了啊！完了，这出弯滑了一下，走。其实。你如果很喜欢赛车，很喜欢跑模拟的话，这个游戏还是
能教会你一些技术的，确实能教会你一些技术。完了，出完没他快啊！有很多基础知识，还不错的。但如果你用手柄盖的话，其实也问题不大，它能教会你一些走线，你至少就知道这个走线是怎么走的。当然，这样卷是没意义的啊。最后一次，不要浪费时间，最后一次。完了，闯祸了。是不是我 TCS 开的太高了？ Fuck， 驾照里不能改 TCS 的，它是默认的，所有的全是默认的，所有辅助选项全部都是默认。原来是最后出弯的时候阴险一点，上一点路肩啊，把赛道用尽。GR86RZ， 这不是新的86吗？这是新86啊，新车。亚巴大巴迪说了，能改的。他们说不能改，能改的了。我看看设置，辅助设置可以改呀、啊。谁说不能改的？能改的。牵引力直接关闭啊！看看关闭我会不会滑哦？我觉得我应该会滑。我操，17秒7，我估计有可能会滑的。全关有点僵硬。这个是干嘛？草窝。忒真实了，我操，忒真实了。刹车放的有点早，稍微有点早。OK， 我了解了。拿金牌啊，同时刷一下。油门给的有点晚了啊，稍微有点晚。闯祸。哎呀，刹车放的有点早。牵引力控制关掉了就是这样的，兄弟们，特别容易滑，油稍微给的多一点，我操，直接结束我的，直接 GG。 啊！反打发箱已经没用了，兄弟，金牌已经拿不到了，滑就滑吧，我的。太慢了，刹车不要太贪。
滑起来我溜住了呀，这波还滑了一下，我操，滑了一下反打了一波救回来了一个，多少啊，793，第四名，能忍吗？我能忍住吗？应该能忍住啊，我忍住了，我忍住，只能忍住，不滑一下应该是第一了，能忍住，我应该能忍住，离开。下播再卷啊，我慢慢卷他吧。哎呦 ，Evolution， 牵引力，我觉得反而会让你变慢，有些时候反而会让你变慢。你控制恰当的话，其实牵引力还可以的。开牵引力跟关心引力区别还挺大的，控制得好，关牵引力会好很多，但前提是你要控制得好。0.0005实在没法忍了，又不是差的很多，我操，没法忍。虽然滑了，但我很快，我一波反方向打住了，我多少？虽然滑了啊，来看一下啊，我要看看我这个弯怎么过的，我确实滑了，滑是确实滑了，但我救回来了。哎，主角。这里刹车点其实我踩的晚了那么一点啊，晚一点，看到没有，哎，溜了一下啊，看到没有，反打了一下方向，很细节，反打了那么轻轻的一下，没有打多，然后出弯，哇，简直完美，太完美了，得保存一下这个。满意了，满意，满意了，卷起来的感觉真爽，很细啊，非常细，这个确实很细节，这个太细节了，细节到就是你让我再做一遍我可能做不出来的那种啊，特别细。哎呦，思域泰拔限量版，这个是新款啊，老款还是老款，掌握中速和低速转弯需要通过两个弯道，一个是中速弯，然后是个低速弯，保持车身稳定，在踩下刹车前确保先将车辆打直， OK， 打直进弯，压巴打巴低17秒198，
他们是多少啊，兄弟们？198！我操，198！完了，其实就这一个弯，就这一个弯。最后这个弯其实，你刹车点的选择挺多的，选择其实挺多的。游戏里没有林克，好像没有。其实车的阵容跟上一代 GTS 感觉没什么太大变化，也没加什么新车，好像。我晚刹行吧，好像不行，速度会大大的，还得进早一点。啊，踩得我脚有点疼。这里呢还是拉多一点，多踩点路肩，这里早点刹，然后慢慢给油，早点出弯，快了那么一点，但是怎么能快到点三呢？刚刚不出去那一波感觉有呢，我操！我知道了，切弯啊！我看出来了，应该是切弯。要切得非常狠啊，比如这样啊，干啥？哎，切过去，压，切得有点太多了，着了，切得有点太多了。稍微切一点啊，稍微切一点。可以，就这样，然后踩，然后继续朝着弯心，然后给油，早点给，好，拉针，不要再压路肩了，冲。理解还是有的啊，有没有过啊？我觉得我应该过了啊。是不是第一？理解啊，赛车还是在于理解，终于理解了，又理解出来了，啊，又理解了，太理解了，不只得有技术，还得有理解啊，理解，开始卷。但请各位水友真的别卷了，真的别卷了，没意义的。这你非要切这个弯干嘛呢？好好走线不是蛮好吗？啊，不挺好吗？真的没必要，一个 B 级 B 照，哎 ，B 照杯啊，不是 B 级驾照，啊，要这么卷干嘛呢？你说到后面这个 A 级对吧？超级驾照这再卷一卷就算了 ，B 照有什么好卷的呢 ？B 照，科雷奥 RS， 最终考核，B 级驾照完了。诺里斯这个兄弟来了，尽可能顺畅的通过每一个弯道哦，组合全部组合 ，OK， 24秒981，记住了，组合，最后检验，游戏名写在标题上。完了，这弯进的巨丑，巨丑，重来。
哎呦，这关卷起来还挺费时间了就。这得早点拉。呀，这速度上来拉不过来啊，这难道要踩刹车吗？这里感觉没必要踩啊，真的没必要踩。一号弯这里是很好拿捏的，这里路肩多压一点，对吧？这里也压一波路肩，然后直接在路肩上踩刹车，然后这个弯要进得狠一点，然后油要慢慢来，然后出弯了直接给油，松油门，切一下弯，不行，可能松油松的要更早，弯中连油都没法给。踩脚刹车我感觉不太现实。走的有点点大，我操。没有，前面跟你这个不一样，车不一样。车不一样，有的车能拐得过去，有的车就拐不过来。车不一样了，兄弟。这个线我先点两脚吧，点个两脚，点两脚会舒服很多，但是也是出去了。点两脚，哎呀，前面那个组合弯呀，如果你这个路走得太大，下一个弯就不好进。Fuck！ 不是，是这个弯走的问题，这个弯没走好。这我还没走好，感觉这个弯中速度还得再降一点。
说好像都不快的兄弟，你自己可以来试一试啊。我建议你自己来试一试，你试了你就知道了。你看，其实前一个弯过得慢一点挺好的，前一个弯不要太快，它这里出弯会非常快。008了，马上了，我拿捏几脚吧，拿捏了，现在拿捏了。呀，怎么快这么快？国际驾照认证估计还是有的，还是会出的。我这路线选的不太好了，其实。偏拟真的，跟地平线不一样。地平线主要还是娱乐，娱乐为主。感觉这个弯还可以再优化一下。这来个大角度，不太好，快。一开始两个小弯，我确实压路肩了，确实压。他压的不是特别狠，因为压太狠好像没什么太多收益的。弯中慢一点，而出弯会非常快哦。操！哎，刚刚我那一圈怎么会，这那个弯会跑得这么快的？觉得要不就不压路肩，我试一下。我觉得开局这波压路肩好像有点蠢。哎呦，不要压路肩！驾驶俱乐部啊，驾驶俱乐部的手感奇差无比啊，很垃圾的其实。驾驶俱乐部就是那个时候画面还算蛮惊艳的，雨天的这个效果比较牛逼。手感其实起杀，他这一代的手感其实有点像神力格杀的，有那么一点儿啊，有点像神力格杀。不行，第一个压一压的，我也觉得第一个可以压，第一个压的是有帮助的。哎，这波其实还好的。PS5， 这是 PS5 版本。快了，这个玩快了。
就要把三种跑的都很完美，要第一弯完美一点，然后最后那一弯也要完美一点，要组合在一起，你可能就怪了，中间那个弯确实不要太快。第一弯其实它给你标的那个刹车点其实不太科学，我是分了两档刹的。首先它给的刹车点我觉得太早，可以晚一点，晚完之后，然后后面它就抬脚放刹车了，我还继续踩，踩完之后呢，把弯中的速度降得低一点，到那个弯心的时候，你再油门慢慢加上去，好像出弯就会很顺。确实会很顺。回放已经取消了，好像没了，已经，好像看不到回放了。我拿到了比照杯啊，比照回放讲解啊！我他妈，我又不是教官了，为什么要回放讲解啊？恭喜你获得国家 B 级驾照，一辆新的奖品车已经送到你的车库进驻。送我一辆什么？科雷傲 RS 啊，就最后这一辆，也太抠了吧，兄弟！我可是豪华版用户，我是豪华版凯子，就送辆科雷傲啊？哟，不对，是不是送这俩 GTO Twin Turbo？ 米苏必须自动下。这是456的，好像不错啊。我是国家 A 级驾照的讲师，科克佩洛洛佩兹，来自西班牙的集体车手。如果你能完成从 A1 到 A10 的测试要求，国家 A 级驾照就是你的了。有个小建议送给你，你之前启用了自动刹车吗？没有。更快的单圈时间。OK。看这个还能看得到回放吧，能不能自恋一波，能看得到吧，看不到了算了啊，没有了。来看一下 A 照 BRZ， 走线外内外走线原则的基础知识，你听说过外内外走线原则吧？这是转弯时的基本思路。先走外侧，在弯道中间切进弯道内侧，然后再离开时再移到外侧，就切弯心吧。你一定要把赛道宽度全部利用起来，这样转弯时就不用减速。这个挑战目的是证明你已经掌握了外内外的原则，准备好了吗？那就开始吧，开始了。新一轮的内卷 ，BRZ。其实这代 BRZ 跟那个86其实挺好看的。新一代的有点丑，其实恶丑。好，直接转过。得送油门啊！得送油门，得送油门。呀！好像得杀呀，不杀这里怎么过啊？这游戏当然硬核了，硬核模拟啊。我想了想，我大概知道了。我先看看这样过的大概的圈速是多少啊？这样过是17秒497啊。
经拿到金牌了。完成了，已经完成，要踩刹车的。我看他前面一句话说可以让你不踩刹车的直接经过，我还以为是不踩刹车直接放松油门，然后走线走得好一点就行。我一看根本拉不过来的，没法拉的。还有兄弟说什么你看车头过来了你就把油门踩下去一个，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呀兄弟。不是这个不是跑跑卡丁车呀，这个什么车头摆正了他妈氮气一喷，我操，出去了就。这个不是跑跑卡丁车呀，上酷啊！现在是时候使用 A1 考试中学习的外内外技巧，通过连续弯道哦 ，U 型弯。这个 U 型弯实际上是两个90度，不算 U 型弯，两个直角弯。但实际上走线是一样的 ，fuck。切到这个弯心，呀，切到这个弯心好像不行啊，速度有点太快了。又不能给的太多，不用啥不用啥，首先再优化一下啊，再优化一下。一个弯心感觉杀下来没办法，或者车头在拉过去的时候提前往那摆，但这样子摆其实很亏的。但是如果你在杀的时候动方向，感觉要出事儿。先走的再大一点，然后这个弯切得狠一点，但这个弯切狠车头过不来呀，啊，其实这左弯弯都蛮有技巧的，这游戏也没法用键盘，但是你像一些重模拟类的这种赛车游戏肯定是不行的，你像神力科沙你用键盘跑简直就是折磨，终极折磨，简直就是折磨。这样会快吗？我觉得这样不会快吧。啊！他们是多少啊？17.7好像。我惊了，这样反而还快了。我操！那就把线走大呗，走的再大一点。
再走大一点。哎呀，这个走的太大了，不行。刘文跟叔叔都是这样，名字改不回去了，江州了。哎，虎牙不是能重名吗？很奇怪啊。哎，不行不行不行，这样子给重新。感谢归还送的虎牙，谢谢主持游戏复兴送的同感，感谢大老板。是不是有啦？这两个大卷王，我操，迟早给他们删掉。我操！知道得删，我操！完了完了，这波出去完了，不出去就好了，稍微油再松的松一点点就好了，不打那一下就好了。哎 ，fuck。其实就按照他的标准线路来走，是走得快的。哇，这出弯不快，最后两下，最后两遍，再卷两次，第一次。肯定可以跑牛北，肯定有牛北赛道的啊！第二次啊，第二次，感觉这个第二号弯弄的不对。山鸡王冠高速一个，这什么成就啊？绕再大一点吧，绕再稍微再大一点。
放走了。一般赛道50米是刹车点。刹车点这个东西能被主打。我其实这个最快圈速是绕大圈走出来的。那个790的圈速再快那么一丁点儿就可以。这里不行，这么过的话就出弯呗。其实我第二个弯最快圈速的那一波，第二个弯出的挺快的。最后你看他，我刚就是最快圈那样走线的话，其实出弯是快的。之前就这么走的。